给你点。哎，5万块能不能找一条大洋运输？说多少？5万啊。5万呢？对呀、啊，你跟姐说不要什么5万，3万我就能给你搞定。走走走。哎，等一下，那如果是5000呢？5000，大哥，你看看这个铁40度呢，要去你去，我不去啊。哎呀，这是老粉丝姐姐的留言，你先看一下吧。姐姐，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腊羊绿长什么样，你能帮我找一条看看吗？要是找到，我让亲朋好友都给你点赞。哦，对了，我的预算是。5000，宝贝，这5万的腊羊绿我见过呀，但是你这5000的腊羊绿我没抢过呀。哎，但是创造姐，你这7大姑8大姨都给我点赞，今天啊抢我就给你抢回来。走，姐姐，你看这个怎么样？这你找的？对啊。你想啥呢？这口绿这么小，还有这一件你看都变种了，你看看我选的。巩固了，你看自然光这个腊羊绿都腊出来了，真的是可以，就是可惜你看中间有一些黑米和死米，然后这一点这条腊羊绿就有点大裂，所以我们要找那种种水好，而且都是大圈孔。哇，这一窝的绿可以，姐妹们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内行人看种，外行人看色，千万一定要买种水好，你期货才会满意啊。你看像这一条虽然不是说很辣，但是呢这个种水真的是达到全冰的那种，有个可惜这个6162的呀，娘啊！哎，这条可以啊，这条大缺口，姐妹你看啊，虽然说达不到完全那种超级腊羊绿，但是这一条你看这个绿都不失色，重点是它可以做圆条，哎，可以做圆条的6162的圈口，那真的很难找，就这个了。开开，这多少钱呢？白月光，这个白月光，我看了。这哪里是白月光？这满绿的，没有绿的呀。你看你穿的白衣服。这个大圈口，你看不一定有人带，都放那都拉围城了，多少钱？26000。26000？对，26000。我跟你讲，我上一家我砍到最便宜4000的，就给我腊羊绿了。4万吧，4000又忽悠我。真的是4000？怎么不买了？不卖。你也知道4000不卖，我这个我又没给你开4万，我这26000啊。26000。25000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姐说只要找到一条多多，她让她7大姑8大姨全是富婆圈，让她全村的给我们点关注。你看看你这些手镯，红的绿的，紫的飘花的，就不用放在落灰了，这是放在往外卖，便宜点嘛，4500。妈，交情支持你一把。好，16000，少10000给你。喂喂，你说4500呢？不可能，交情4500。这样子，来，万，要不要5万？16000啊？不，你要，来，五福临门，5000。成交！我的妈呀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喜欢的姐妹们，给亲亲点个关注吧。